1938年，湘鄂商业集团发明，湘鄂商业集团侵占山西临汾后，挥师西进，企图占领黄河渡口，进犯我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日寇图谋，我八路军总部命令110师伏笔于西线，不懈打宁一带阻击日军。 武城位于西线，不懈打宁三线交界之地，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敌我双方直扑武城，武城大战随即展开。咱孙家呀，祖祖辈辈就是以烧酒为生，这秘方啊，也该传给你了。 爹，娘，这秘方啊，还是由你先保存着吧。哎，日本人啊，已经占领了临汾和西县城，咱这武城啊，恐怕也没几天的事儿了。世英啊，咱老孙家这产业就全靠你了。哎，爹。 这日本人要是真占了咱们武城，咱的酒房还能开得下去吗？只要咱武城的人不绝，德一房啊就不会倒。可是，我答应过梨花，结婚以后，我要带她去黄河那边。哎，走吧，这兵荒马乱的，恐怕到那头也是一条生路啊。 大爷什么事儿啊？让他们继续吹啊！继续吹，继续吹！哎，少爷，时候可不早了。哎，啊！嗨，从今天起，我就是孙世英的人了。梨花，你要给我生2个大胖儿子。 吃菜啊！什么事儿啊？时辰不早了，咋不到呢？你说这穆掌柜会不会反悔啊？不会的，那个老东西我跟他打了那么多年交道，我还不知道他呀。嘿，他呀，这个人就是拗。哎，但是他这个人呐，一是一，二是二，他对世英和梨花的婚事儿啊也没什么，他呀就是和我怄气儿。
这回啊，你们两个在一起就好好怄气吧。这要怄气呀、啊，这回日本人来了，只怕真要怄气了。日儿，爹，祝福你们。青方面軍は、我が中隊が抜刀艦を攻めるのを命じた。砲が渡し、八郎号の方も栄養を攻めるのを確保する。今の体制は我々により戦争は間もなく終了だ。大日本帝国の軍機はこの知覧の各地に広がり、大和民族はこの第一の本当の主人だ。加速前進と命令せよ。はい。拍手2つの道があります。一つは山道で、一つは恐竜です。了解。八郎軍の戦術は進出希望で、我が軍隊に一人目に抑えだ。山道は敵の待ち伏せに足りやすく、恐竜地帯が我々の走行部隊にふさわしい。部隊に恐竜地帯に向け。小野君、山は動揺できるが君の心は動揺できないぞ。囲碁好きでしょ。最危険なところは最安全ということが知ってるだろう。八郎君、この横道はもうその手は怖いよ。部隊に山道に向け。横道さん。ん？山道に向け。一拜天地。部下来了，准备战斗，准备战斗。闷死了。讨厌。怎么了？我渴了。哦。嗯。吃啊。
世英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这结婚啊不能吃梨，也不能说梨，你说你们两个，哎呦，打！小牡丹可就是我的媳妇儿了。唱一个吧。唱一个，唱一个，没问题，来唱一个，来来来，唱一个，唱一个，好，来来来来，行，那我就给大家唱一个。大哥，啊，大哥，怎么才来啊？大哥，来来来，我祝大哥日子过得呀红红火火的。哎，好。大哥，这是我送给嫂子的。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你收下吧。哎，你就拿着吧，哥。我祝你们新婚大喜。哎，那我就收下了。哎，拿着。哎，对了，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哦，哎，大哥，大哥，肚子里怀了，厉害了，真的？这算咋回事？有这种事？你说说呀。我给你，过来，爹，跟我走。哎，他爹是我。爹。我问你，你真和那女的那样了？哎，爹，真的，俩月了，咱老孙家有后了。哎呀，爹，你别生气，别管。你们还没有明媒正娶呢，你们就这样了啊？再说，他是个戏子。戏子的，爹，我们戏子怎么了？难道戏子就应该被人小看吗？再说。我们也没做什么坏事。哎呀，我没跟你说，我跟你说，你赶紧给我走。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了，你把老总统的脸都丢尽了。 我咋丢人了？我还丢老总统的脸了？我走了。牡丹，走。你是我，是我，是我，你怎么回事？有什么话好好跟爹说不就完了吗？不是，你看咱爹。算了，我不说了，走了哥。是我。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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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好吗？咱们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别管别人说什么。爹，不好了！你怎么了？怎么了？日本人，被日本人打进来了！什么？真的吗？咱们要赶紧给他找个大夫。我去找。我也去。子哥，快让弟兄们把这个日本兵给处理了。是，照顾好世英，还有大叔大娘。我要去趟联络站。让开！太君，太君，你稍微等一下啊！回来，这太君啊！怎么回事？爹，爹，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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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哥，你没事吧？没事啊，有我呢。爹，我请了一个日本医生给大哥看病来了。什么？你请了日本人来了？你还不知道
他们把你大哥折腾的还不够吗？哎呀，爹，现在只有日本人，日本人能救大哥的命了呀！日本人侵略了咱们的国家，啊，把你大哥炸成这样了，你还请他们来？哎呀，你管得中国人、日本人呢？能救大哥的命，那就是好人呗。什么？你这个混蛋！你把老孙家祖宗的脸都丢尽了，我打死你！爹，别打呀！爹，踹死你！哎呀，打死你！哎呀，是我！滚滚滚！爹，打死你！爹，哎爹，怎么了这是？滚！你，你给我滚！我是军医，这是我的侄子。滚！请离开。是的，是军医。别碰我儿子！少剑，我是来救他命的。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活着，你们日本人来了，杀我们的人，把我的儿子都炸成这样了啊！你们是什么人呐？你们日本人就没有良心吗？你们日本人的良心都叫狗给吃了吗？啊！爹，先救人呐！你给我闭嘴！是我。爹，我现在就算立刻死了，也不会让日本鬼子来救我。咱孙家不欢迎他。出去，出去！对不起了。哥，哥，你怎么这么傻呀？哥，你这么做会后悔的。哥，哥是不会后悔的。你要记住，做人一定要有骨头。你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武城的情况摸清楚了。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哦，对，跟老百姓说话时一定要注意态度啊。团长、政委，我先走了。好。石英，石英，苏江。石英，我好想，好想跟你们一起穿上八路军的军装，一起上战场打鬼子。可惜，我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苏青，我求一件事。啊，你说，你说。听我把梨花带到黄河那边去，一定要把它带到黄河那边。我求求你了。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娘，我想跟梨花单独在一块儿说说话。走。梨花，我怕是不行了。你说，你说。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老天爷呀、啊，你怎么不唱我呀？让我替我儿子。一会儿。我们要赶紧出城了，令花，走吧。师爷已经去了，走吧。我哪儿也不去。儿子啊。你忘了师爷跟你说的话了吗？嗯。我在这里守着师爷，替他守着得意王。梨花，难道你想让师爷死不瞑目吗？得意王有我和你爹。我现在是石英的人，更是得意房的人。世英是我们在武城最重要的联系人，我们失去了一个最值得信任的同志。世英临死前把梨花托付给我们，让我们送他去边区。我本来要带他回来的，但他执意不肯。梨花在武城交通站还有用。二老怎么样？大叔和大娘很伤心，他们打算关掉酒坊。不能这样做。孙掌柜说他不会给小鬼子做一滴酒。这样，苏静，你再去一趟武城，找到梨花，让他说服孙掌柜继续做酒。我们要把酒卖给日本人，这样就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好，那我明天就去。好。来呀，把那个炉子停了，把所有的家伙事儿都收拾收拾。爹，您这是？酒坊可不能停啊。咋就不能停啊？
难道还要给遭天杀的小鬼子做酒吗？娘，咱们酒房关了，一家老小吃什么呀？这十几个伙计靠什么生活呢？现在还说啥活呀？娘现在恨不得跟世英去了。哎呀，他娘！娘，老伙计呀、啊，哎呀，亲家来了。哎呀，爹，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来看看你呀、啊。都好吧？都好，都好。哎，老伙计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德义坊停了啊！你要……哎呀，我说老伙计啊，啊，虽然咱老哥俩斗了几十年了，可是臭嘴不臭心。你这人耿直，谁都知道。可这么一来，这百年字号岂不可惜了吗？哎呀，您放心吧。哎，我说老伙计，爹。只要我孙家的人不绝，但赶跑了小鬼子，我德义坊的幌子照常会竖在那五城的大街小巷里。嘿，干嘛呢？就哪儿来的？我们家的，你们家的，好久，跟我进来。哎，别出来。倒酒啊。哦，潇洒，潇洒，喝。好，潇洒，太监。哟西，果然是好酒。这就是你们的供酒啊？对，现在是专供大日本皇军。你的大日本皇军的朋友的。哎呦，皇军您高太小的了。这酒，大日本皇军大大的需要。好，两百坛，你们德义坊的做。两百坛。十日后，我が大日本帝国のお盆祭りだ。我が勇士たちに存分に飲ませ、マドコアンを止め込む勇士たちを送別しろ。よしよし。大将、请。大将。爹，您看，太君来看您来了。娘。孙老先生，我军炮火不慎误炸了孙世英先生，航路少佐表示同情。并深表遗憾，特意派我前来慰问。我们孙家受用不起啊！哎呀，爹，日本人呐是真心，想跟咱们交朋友来了。你忘了你祖宗最根本的东西？你带着你的日本主子，赶紧给我出去！是吾郡。看来孙先生是不愿意和我们交朋友了。哎，不是，我们高攀不起啊。爹，你干嘛呀？人家太君说了，炸死大哥那个事儿啊，那是个误会，他是误炸。是我，你怎么这么混呢？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哎呀，娘，爹，人家太君为了表示这个歉意，特意向咱们家订了两百坛子老酒啊，两百坛子，而且一分钱都不差。是我，
你大哥尸骨未寒，你让咱们做酒给炸死他的人喝，你这个话能说得出口吗？哎呀哎呀，嫂子，我这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吗？啊，我告诉你们，我们孙家就是冻死饿死也不会给仇人做一滴酒。嗯，说得好，是我们穆家人。师父君，这就是你们孙家不给我们大日本皇军的面子了。哎，别，哎，这太监，太监，哎，太监，息怒，息怒啊！我爹他气糊涂了，哎，等他气消了，我保证把那个酒大大的送上去啊！呸！女儿，咱们走。爹，我们哎呀，走！哎，彼は何者？小野さん、彼は大勢線の番頭で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敬酒的不吃，吃罚酒。无论是对方、王生犬，十天以后烧酒的，统统的送过去。不然的话，你的，还有你的，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哎呀，走。爹爷呀，走，这是把我们老孙家往绝路上逼呀！小鬼子，我让你喝，我让你们喝个够！哎呦，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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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咱们的招牌，你不能砸呀，掌柜的，你千万不能砸呀！给我滚开呀！掌柜的，求你了，你不能砸呀！求你了，掌柜的，掌柜的，不能砸呀，掌柜的，砸！小鬼子，只要我活着一天，你们就休想喝到我望生泉做的一滴酒！掌柜的，我不能砸呀！我全给他砸了！别砸呀！别！孙大叔，放下！咱不能砸这酒啊！你们八路军不打鬼子，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孙大叔，留下这酒，咱就是为了打鬼子。什么？非常的漂亮，她是我未过门的媳妇。粗酒出师，十五军艳福不浅呐。太君要是喜欢的话，我天天让他给您唱。Yes。大変です。少佐、町中と王将中の番頭は酒をやめて、大日本航空にお酒を一滴もおらないと。混蛋！良心大大的坏了。小野君。はい。捕まえやろ。はい。十五斤，城里王生泉的酒和你们德一方的酒相比？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们家跟我们家斗了几十年的酒了，每一次都在我们德义坊之下呢。十天之内，如果按时交不出200坛烧酒，我不仅要烧你们德义坊，而且还要他。掌柜的，掌柜的，放了我们家掌柜的，放了我们家掌柜的！哎呀，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伙计们没关系。掌柜的。切り替えたい。よし、
哦西。二宝，记住我说的话。出来得去。哎，嫂子，嫂子，你说，你说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吗？十五，日本人早晚有一天要走的，你就不怕将来怎么面对武城人吗？将来，我倒没想那么远，我现在想的就是保住咱家人的命吧。在咱们中国人眼里，名声比性命更重要。那咱不因为那几坛子酒就把咱这命全都搭上吧？切。对了，嫂子，出事儿了。今天你爹穆掌柜，被日本人给抓了。啊，为什么呀？哎，听我给你讲啊，太惊险了。这个穆掌柜啊，他宁死都不给日本人酿一滴酒啊。你说这不是公开跟日本人作对吗？那还好得了？爹，哎呀，哎，嫂子。把这个电报送到一连。是，报告。哎，团长来了，政委，快坐。快，好。说情况。孙大叔现在不同意给鬼子做酒，但是梨花姐倒是同意。孙掌柜不同意，梨花做得了主吗？梨花姐的态度很坚决，我看孙掌柜他们也默许了。老曹，下一步怎么办？我看这样，日军的驻地戒备森严，咱们的人根本进不去。咱们让小苏化妆成德意坊的伙计，混进去跟着梨花去送酒，这样他就能出入日军的驻地，掌握那边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先动手。对了，政委，梨花姐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报。她说7月5号是日本的盂兰盆节，到那天武城的日军都要放假，而且她还向酒坊订了200坛子烧酒。肉来了，肉来了。这可是一次最好的咱们动手的机会。嗯，好好。爹，爹，你没事吧？我穆某不孝啊！爹，生了个数典忘祖的子孙。爹，你们杀了我吧！你们杀了我吧！爹，快点！你们干什么？爹，我不是你爹，我也没有你这个女儿。穆掌柜，我嫂子舍命来救你。你怎么不领情啊你？呸！你放心，我们望圣泉的人绝不会跟你们德意坊的这帮畜生过活的。我你还不快把穆掌柜架出去？哎，走走走走走，开枪吧，杀我呀！林尊的这个个性我喜欢，赵夫人，我们有言在先，
200坛酒，按时送到。我们德义坊的人从来不失信于人。玉花，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咱德义坊丢不起这个人呐！哎呦，你说你这孩子，德义坊的东西能摸吗？不怕脏了你的手啊？我说你，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大嫂，小孩子不是好奇吗？哎，走走走走走，快！哎，哎呦，他喊叔叔啊！哎呦，他喊叔叔。有日子没见你来铺子里打酒了哈，这德义坊的酒啊，变味了。哟，这没喝上酒，咋说上醉话了？这德义坊的酒变味了，那全武城的酒还能喝吗？就是喝猫尿狗尿，也不喝你德义坊的酒。哎，哎，我说你，哎，你说什么？娘，算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咱德义坊把全武城的人都给得罪遍了，你倒是说话呀！啊，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要把德义坊交给梨花掌管？那世武呢？世武可是咱老孙家的人呐，他爹，你倒是说话呀！别听那个畜生！你说他我就心烦。现在。这全武城的人都不买咱们的酒了，我还要这个酒坊干什么？我要报仇！初一初二盼。哎，牡丹，怎么样啊？这手型像不像？啊？哎，来来来来，唱一段啊！今天心情不好。怎么了啊？谁欺负我们家牡丹了啊？谁？自从和你相好，戏班子的人都不拿正眼瞧我。嗨，他们懂个屁呀、啊！他们，真生气了？哎，别生气嘛。牡丹，你看，这是什么？看，呀，怀表。牡丹，等我把这个酒卖给日本人之后，咱先打一对金镯子，啊，然后我再把你娶进来，咋样？我才不跟你走呢！你跟日本人这么近乎，等他们走了，这武城的人还不把德义坊给淹了？哎，放心吧，就是淹了我呀，我也不会让他们淹了你的。讨厌。
曹政委，小苏把您和杨团长的话传下来了，往后我该怎么办呀？啊，我这次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恒洛不是想攻打马头关之前摆出征酒吗？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一举歼灭。怎么个歼灭法啊？哦，这样，苏静侦察到在司令部的后院有鬼子的军火库，如果要阻止他们进攻，一定要炸掉这个军火库。我们打算把炸药放在酒坛里，由你们德义坊送进去。炸药？炸药从哪儿来呀？我们会想办法把炸药运进武城，送到德义坊。可是日本人把城门看守得很紧，连小孩子都要检查，你们怎么进去啊？放心吧，来，跟我来。爹，嗯，今天要出酒了，伙计们等着您去勾兑呢。勾兑我不去，我只会给咱武城人做酒，伺候不了小鬼子。爹，咱们不是按照曹政委的安排做吗？曹政委，他带着队伍不去打小鬼子，还让咱们做酒伺候他。爹，我知道世英的死让您心里很难过，可是世英也是我的丈夫，还没有进洞房我就守了寡，难道我不知道这个仇吗？咱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报这个仇啊。那你说这仇咋报法？爹，这个事情我现在还不能说，可是您相信我，相信白鹿军好不好？哎，哎，把这个不成器的丫头给我绑回去。大小姐，我爹，你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给我回家去。我已经是孙家人了，我不回去。你是我穆家的姑娘，你活在这个没人味儿的地方，我穆怀德丢不起这个脸。哎呀，亲家，你有话好好说嘛。好好说？我只听得懂人话。哎呦，穆掌柜，你说话积点德，我们老孙家可没亏待这孩子呀。再说你那条老命还是我们德义坊用酒换来的。好，你们孙家积德，我们穆家缺德，行了吧？哎，这么多年呐，咱们两家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干脆井水不犯河水，还愣着干什么？给我绑人呐！哎呀，爹，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我给你添乱，你给我添堵。爹，你要是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好，你死，也得找一个干净的地方去死。哎呀，爹，你误解孙家了，误解德义坊了。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知道。德义坊是全武城最清白的人家。我不知道。滚开。哎呀，爹。亲家。亲家，你相信我。好，我倒要看看你们德义坊在武城做出让我挑大拇指的事情来。走。哎，牡丹，牡丹，还叫牡丹呢？早让日本人带走了。啥时候的事儿？刚才呀。从切楚邦不见还，楚交楚时那卖力。是一是二，一郎
你的，过来。牡丹姑娘，太君让你过去呢。哎，你的，过去。太君，不要松开，松开！太君，不要，你松开我！不要，不要！牡丹，是我。八个。欧能坤，舒静，你来干什么？太君，我来找牡丹的。秀君，我们是朋友，你得说过，我什么时候想听，牡丹姑娘就唱给我听。送给日本鬼子到底是咋想的啊？娘，你就别问了。哎，咋了？你还不相信娘和爹吗？不，不是不相信你们，我是不想把二老牵连进去。梨花，咱这武城得意坊几十年来对伙计都是有苦同尝，有福同享啊！别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还说这些没用的干啥？爹，娘，要是能替世英报仇，替武城被炸的老百姓报仇，你们二老舍得咱们这个得意坊吗？梨花，咱中国人讲究的就是舍身取义。别说，就咱们这点家当了，就是豁出你爹这条老命，也值得。梨花，你爹他说的对，你要是真的去打日本鬼子，我和你爹啥都舍得豁出去。是啊。爹娘。啊，梨花。梨花，快起来。停，下一个，停下，哪里的干货？哎，太君，我们是给得意坊送酿酒用的粮食的。什么得意坊？把粮食放下，统统的检查。哎，太君，快点，这是专门给横路少佐酿酒用的粮食，粮食倒在地上就不干净了。那也要检查。快走。哎，太君，您看这样，要不然您请示一下横路少佐，统统检查，这就是少佐的命令。哎，太君，住手！太君，住手！小野副官，您看，这是给司令部做酒用的粮食，这也需要检查吗？这是司令部的命令，所有国王的车辆，统统的检查。来，下一个。太君口口声声说要跟我们得意坊的人做朋友，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干什么？难道这粮食里藏着炮弹炸药吗？下一个。少夫人，请见谅。快点，他们的要通通的检查。走。好吧。下一个。我们进的粮食你们都信不过，只怕我们将来做出的酒，你们也会怀疑有毒吧？
既然这样，那就转告你们的航路少佐，德义房的酒我们不做了。杨大哥，对不住了，把粮食拉回去，我们不要了。少夫人，少夫人，少夫人，真是不好意思。让他们过去。是，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走走走。慢点，慢点啊！来，累了吧？哎，坐呀。不累，不累。坐，大叔。来，坐会儿。大叔，大婶儿，刚才可真悬呐！啊，没事。要不是梨花姐沉着应对，咱这东西啊，可全露馅了。梨花姑娘，聪明。这大热天的，你们也一路辛苦。是啊。我给你们做饭去。哎，不用，不用，这里面的东西可比饭重要。哎呀，那你得吃饭呐。对呀。哎，等着我啊！哎，我跟你去。哎，杨团长，你说，这么多的炸药，你们想什么办法送到小鬼子司令部去啊？酒缸啊！啊，酒缸啊！这酒缸是装酒的，那你要是装了炸药，一打开那盖儿，不就露馅了吗？是，爹，敌人不傻，我们更不傻。哎，大叔啊，咱把这个酒缸啊，底下放上炸药，糊上蜡，然后再往里面倒酒，鬼子做梦都想不出来。你看，你看，什么能人都有，就是这种办法，你们都想得出来呀？就是可惜了，你们家那么多好缸，还有那么多好酒。嗨。只要啊，让小日本上西天，咱们家就是金坛子也舍得。对，婶儿，我跟你讲，这事儿要是能成了，你们可给武城立大功了。只要能给世英报仇雪恨，我就是拼出一把老骨头也值。这吃饭怎么没酒啊？啊！我要喝酒。哎，娘给你端去啊。我去。家里没酒了。没酒了？酒窖里不是有好多酒呢吗？那不是给日本人准备的吗？哎呀，给日本人准备的还差我这几口吗？我拿去啊。你坐下吃饭，我去拿。哎，嫂子，不是你紧张什么呀？不会那酒窖里边藏着什么宝贝了吧？啊！这酒窖里除了藏酒，还能藏什么？嫂子，嫂子，爹娘啊，年龄都大了，也糊涂了。可他们糊涂，您不能糊涂吧？我告诉你，我们家的百年老号别毁在你手里。我梨花虽是个女人，但是我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我更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好好，人在做天在看啊。你要是给我们家惹来了杀身之祸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哎呀，是我是我是我，你回来呀，回来。哎呀，坏了坏了，这酒窖的事他是不是知道了呀？他要是报给日本人，这可怎么办呢？娘，你别着急，事务他是见钱眼开，一时糊涂了，再怎么着他也不能出卖亲爹亲娘吧。这是福不是祸，是祸他也躲不过呀。報告、カツキ師団から電報がありました。カツキ大将が2つの連隊を派遣し、すでに臨汾から出発した我々が抜刀側を攻める戦略に合わせるためです。小野君、明日はお盆祭りだ。我々の勇士たちに
良い祭りを過ごせ。援軍の手段がついたら一挙に的間攻め込め。ごもっともです。我々はすでに大半の中国手に入れました。抜刀岩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うん、新州に伝えなさい。もう200坪のお酒を用意してくれ。明日全軍隊の重たちに飲ませて、中国人が作った良いお酒で俺が大日本航空の勝利をお祝う。はい、強く。翔さん、ボタンさんを呼んでくれ。ボタン、翔さん、つまり今晩は、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哎，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你以为是酒糟里的蛆呀？牡丹，得意房完了。是我，你不是要把那件事告诉日本人吧？你要是连亲爹亲娘都敢出卖，那你早晚有一天也会出卖我。牡丹，我还就是出卖我自己，我也不会出卖你。谁呀？啊，不想活了是不是？敢闯老子的屋？这是我，我告诉你，横路少佐今儿高兴，请牡丹姑娘过去唱两出戏。唱戏，太君的太君天天高兴。好，我穿上衣服，我陪牡丹去啊。去，少佐只让牡丹姑娘一个人去。跟我走。不去。走。不去。走。牡丹，我不去。牡丹，我不去。牡丹，我不去。带刀。牡丹，哎，是我，是我，放心吧，你少佐吃不了他的，啊。没事，我跟太君是朋友。德义坊那边没什么意外吧？没有。好，按原计划行动。明天安排一个爆破手跟你一块儿去。司令部那边戒备很严，去一个陌生面孔，我怕会打草惊蛇。爆破手还是我来当吧。你行吗？小苏虽然年纪轻，但是老同志了，没问题。哼，还是政委了解我。好，明天就看你的了。政委、团长，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好，只要我们听到司令部的爆炸声，我们队伍就冲进五城，全歼小鬼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牡丹，牡丹，你是谁啊？牡丹，我是十五啊，牡丹。你放手，你放手。牡丹，你怎么了？你放手。
他们想黄宋城，不要脸，见鬼！外国贼，不知道跟小日本合作。笑死！天皇陛下に忠誠よ。つくぜ。笑死！少佐、得意砲が一つ連れてきました。ネディ、バーチを打開。ボー、这坛子酒。好美的酒啊！赵夫人果然言而有信，够朋友，够义气。我们德义坊的人向来是言之做作的。赵夫人今天穿得这么漂亮，难道也是来过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节日的吗？横路先生，您别忘了，盂兰盆节是佛教节日，而佛教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好，
既然我们有着相同的节日，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祭奠我们先世的亡灵吧。梨花苏静应该进去了吧？放心吧，应该进去了。大家跟上，加把劲儿，快！中国的酒啊，我们，我们快走吧。少夫人，请留步。少夫人，黄路少佐，请你们留下来，与我们共度节日。酒房事情多，我们就不奉陪了。哎，少夫人，再多的事情也不在乎这一天呢。你这个时候要走了的话，那可扫了我们少佐的兴啊。这样啊，既然盛情难却，那我就和这位伙计留下来，让其他的伙计先回去吧。少夫人真是爽快的人。好，走吧。少夫人，请。好，快走，干喝。哎，我说你这老哥俩呀，咋跑到这儿喝上酒了？那屋里菜都备着呢，回屋里喝去。这儿痛快。对。我说他爹，这梨花都到现在还不回来，该不是出什么事了吧？对呀，咱们得去看看去啊。得去看看。万一出什么事儿，咱也得帮一把。是啊。哎，兄弟啊，今天咱也和小鬼子斗一斗。对，我集合我那些伙计去。好，那我陪着你，咱一块走。走。小夫人，你们得意坊酿造的五成烧，壮我军威，鼓我士气，等我们一举拿下了马头关，我要向湘月师团长为你们请功，也为大家请功。勇士们，为我们共同的节日干杯！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太君！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哎，他们，他们，快快快出去！出去！十五军，喝酒！哎呀，太君，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快让他们出去啊！啊？出去！哎，快快走，快走！快！捕まえろ。分かったな。はいはい。行け。这酒，这酒有问题。站住！想走？没那么容易。我操你了！
鬼子！掌柜呢？掌柜呢？掌柜呢？跟小鬼子们拼了！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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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子，牡丹，牡丹，牡丹！你是谁？牡丹，我是娘，啊，我是娘啊，我是娘啊！牡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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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哈哈哈哈哈！